我叫阿年，是酒馆的老板。我还有第二个身份，那就是海的女儿。用人类的话来说，就是美人鱼。但贪婪的人类喜欢我们的鱼鳞，所以就大量捉我们。我是 T 家族来报仇，为了隐藏身份，我每天只接一单。店里没人了，该回家了。先去看一下新闻。最新消息，我们发现了一只美人鱼，它是蓝白色头发，穿着蓝色裙子，如有发现，请来警察局。啧啧啧，这群警察还挺聪明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，赶紧去换件衣服。就这件了，再去把身上的气味遮盖一下。拜见神明，请将我的气味遮盖一下。好了，先睡觉吧。好了，先睡觉吧。美人鱼了，说吧，是你自己跟我走，还是我把你拽走？谁走谁，谁拽谁走还不一定。给我好好待着。一脚桶，他洗耳朵一只。这栋房外，好心的王二狗跑着，他笑着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，哭来着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用我们家族特制的水球把这里打扫一下，掩盖一下我的气味。得赶紧回去看看严博士有没有逃跑。输了，掏心窝子。一酒桶啊！先起床吧。什么事啊？让鱼博士亲自来，用不用我给你拿瓶酒？啧啧啧，你应该就是那只美人鱼吧？没想到你还有点实力，快说，小年被你关在哪里？哎呦，原来是同伙呀，还这么不经打。哎呀，什么风把柔博士和洛博士也刮过来了呢？这倒不用你管，小莹和小鱼是不是被你关起来了？9494，是又如何？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尽。去把他们关起来，询问我妹妹到底在哪里。这栋房外，那狗熊的王二狗跑。你们几个快说，我妹妹到底在哪？我们就是不说。还有，你为什么那么强？如果说我是海底某个大家族的，更准确的说，我就是海底皇宫的大公主。如果我堂堂大公主打不过你们，那就太废了。怪不得那么强。但如果现在你们不说出我妹妹的下落，只能等到晚上再说。如果晚上你们还不说，那后果更惨。刚刚从于博士身上找到了一张地图，终点的那个位置应该是他们的实验室，去看看。这是爸妈还有玲玲，他们居然算了，只剩下阿年了，应该还活着吧。我竖起耳朵一听，这栋房子那好心的王二狗跑着，他笑着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？
快点说，我妹妹在哪？我把于博士刀人质，你们要是不说，我就把他打死。这就这个好吧。你妹妹是强行被我们弄失忆，然后跟她说她是个高中生，然后呢，她现在就在隔壁的高中上学，不过她应该不记得你。哈哈哈哈哈哈哈。更不愧是博士，他们的手段果然挺机智，还知道把我妹妹强行弄失忆。不过学校我又不是进不去，随便说我迟到了不就行了。保安大叔来上晚自习，迟到了。啊，这里也没有妹妹呀。这里也没有。看来只能等到明天再说。赶紧起床去看看他们到底逃没逃。现在就赶紧去学校再找找。这里没有，那就先上三楼。那是妹妹，有了。同学你好，我叫阿年，可以交个朋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叫阿年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去花园玩吧。 OK， 下午6点不见不散。现在就先去酒馆吧。你好，给我拿一瓶酒。好的。你的声音跟那个人鱼好像啊。是有点像，但我不是，差一点就被认出来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过去吧。来了，给你带了点心，谢谢。选剧情一，阿年没有记起来。二，阿年记起来了。这里是哪里？等等，姐，你还活着？傻妹妹想什么呢？走，先跟我回家。嗯，好的。那个姐姐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强行把你弄失忆，跟你说你在一所高中上学，是个高中生，是他们把你救下，然后我为了让你回忆起来，还特地在里面加了点药，然后就是刚才那样。嗯，原来是这样。那玲玲他们呢？他们死了。什么，这群人类真是心狠手辣。放心，只要你还活着就好了。你先在这住着，等我一下。你知道解封法上的宝石在哪吗？因为之前都失忆了，还真不知道。赶紧给我说解封法杖的宝石在哪里。阿哲他在我们的实验室，你可以先放了他吗？啧，行吧。啧，又是这肮脏的实验室。恭喜你找到前六颗宝石。这么快就找到前六个了吗？
前六个有了，还剩最后一个。你们快点说最后一个在哪？呵呵，最后一个他被我们变成了四个珍珠碎片，除非你在今晚12点找到他们，否则你的法杖就再也变不回去了。这四个碎片藏在超市里面。9494，这样多好玩呀！你们杀了我的爸妈，还有我的妹妹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不仁，也别怪我不义。大海呀、啊，请赐予我力量。第一个在包的点点。恭喜你找到第一个。呼叫神明，下一个在哪？下一个就在你附近。恭喜你找到第二个。下一个就在这里。啧啧啧，竟然在这儿，我平时竟然都没发现。恭喜你找到第三个。下一个在解决。大海呀、啊，请赐予我力量，让你山。恭喜你全部集齐！完蛋，隐身时间到了！你快点给我站住！谁站住谁是傻子，看你追得上追不追不上我吧。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没关系，反正你也不会合成。呵呵，真以为我傻呀？大海呀、啊，请赐予我力量，召唤。大海呀、啊，我已集齐四颗珍珠碎片。很好，我知道。最后一个人鱼宝石已合成。什么？你怎么合成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玩？大海呀、啊，请赐予我力量，法杖合成。恭喜你完成了你母亲的遗愿，已自动为你升级成深海神女。感谢神明的恩赐。你是谁？哎呦，我就换了个相貌就不认识我了。完蛋，他升级成深海神女了。那这怎么办？你个笨蛋，肯定凉拌。呦呦呦，还有点自知之明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你升级成深海神女了。对，大海呀、啊，将它升级成深海圣女。小棉，从此以后你就是下一代圣女。谢谢姐姐。好了，我要去处理上面那群人了。那只人鱼什么时候上来？就是。跟我斗，你们还嫩了点。走过路过每一步，回头转头的时候。